国外的这些大片里面，一个人就可以干一个师，而且还枪还打不着。吴京打十来个雇佣军，吴京你得死。然后中枪之后，你这个不科学，你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你还继续这样战斗，你中了枪之后你继续战斗奔跑，十分钟之后你会流血不止，你会死亡的。其实整场电影中男主角冷锋以一敌百，凭着一股信念久战不死的剧情的确存在漏洞。然而在吴京看来，艺术就是一种夸张的叙述手段，他只是希望用电影传递出中国军人顽强斗争的信念。我想通过冷锋一个人的身上把这种中国军人打不败打不倒的这种感觉去表现出来，我何错之有。如果你不喜欢看，去看别的片子，不用看，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管我呀。